街景，今天在2022年的2月27号星期日，时间是这个下午的3:11，我们在这个尖沙咀的广东道这边走走的，是的，隔离在这个海港城，我们走走呢，其实那个街的人流都是普通的，如果以这个尖沙咀嚟講，嗱啲名店入邊都冇乜人啦，就望一望。望一望啦，即系除咗呢个苹果店之外，第一辣店咧都系闩咗门喺度。嗱，又咁影一影呢个海港城入边系点样咧？入边系有人行嘅，见到。而家再睇下啦，呢邊啦，有啲店開咗，但其實我感覺都係啲冷清。嗱，見到咧 ，Hermes 都冇人排隊啦。睇呢啲買衫嘅地方有冇人行，都唔係太多人行，我即係睇到。所以你算排。就咁睇一睇 D&C 上邊，其實都好似又冇乜人嘅。白石就遲啲會開翻啦 ，coming soon。係，都有啲人喺度行下嘅。一直咁行落去呢個多士巴利道，即係個太空館出咗。Will you coming? Oh, coming soon。可能就嚟開啦。嗱，就咁望菲律賓冇都冇人喺入邊啦。Prada 都係啦，都冇人喺入邊嘅，就係。
啦，海港城嘅另外一個入口啦。呢個就冷清少少啦。係啦，喵喵入邊都冇人啦，食完都係玩下手機嘅啫。由於入邊都係冇人嘅。鏡都入邊都冇人啦，見到。呢度應該係收緊收銀，但係會有新鋪開嘅呢度。
係啦，嚟到呢個鐘樓啦，我哋影翻轉頭啊，仔由廣東道啦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咧就我哋講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大家有啲咩地方想去嘅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聽噶咯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